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静宝妈妈。给静宝发的另外一条裙子和那个堆堆袜已经回来了。上个视频不是说静宝一直想拉头发吗？然后好多小粉丝也说给静宝拉。其实呢，我也想给他拉，因为他那个自来卷真的是太卷了，就是每次梳头的时候都是头发特别的多，然后前面就是特别特别的弯，特别难受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想着给他来拉直一下。他现在还在上古筝课，还没有下课，我们现在在车上等他一会儿。静宝下课了，谁给你的棒棒糖？还吃个棒棒糖？啊？同学给的。静宝，拉头发得三个小时，你能坚持住不？嗯。确定啊？嗯。饿肚子也不管啊。嗯。这是没拉之前的样子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刚把头发吹干。三个小时的等待啊。很漫长，我告诉你。第一遍软化，来扭过去让妈看一下。我们看看静宝的新造型哈，头抬起来，有点搞笑呀。染个这个色。妈呀，你要把你老妈吓死了，还染个这个色。那是你以后上大学以后的事情，不是现在说的。现在已经拉好了。准备上定型膏，感觉怎么样？啊，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，是不是？对，不过、差不多，没想到会这么塌。拉直肯定就趴那儿了，知道吧？开始定型。手机给我。别急啊！我们现在已经回来了，经过了三个小时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是不是比之前好多了？大家看一下后面，感觉好顺滑呀，是不是？当然。刚才静宝还说后悔呢，后悔拉头发了，为啥呀？有一点塌。老是啪在头上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妈妈给你买的那个另外一件裙子回来了，你试一下，看好看不？这个是啥？这个是袜子。配那条裙子穿的袜子，怎么是花花的？我记着不是纯色的吗？不是纯色，不是纯色的。对。哎呀，感觉这个领子好大呀，不能穿吧？试一下。试一下吧。看看我说啥呢？是不是领子太大了？嗯，大了。这后面也有点暴露了呢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算了，这件不要了，退了算了，行吗？是的。不好看哈。是的。没有我那件连衣的，你就是那两件的那个好看是吧？对。这样感觉好成熟，要穿上，感觉二十多岁了呢。还有那么老吗？行了，那脱了吧，脱了这件退了。搭配。神奇的搭配。